现在要讨论的是极限存在的问题。在讨论极限存在之前的话呢，我要介绍的是单边极限。何谓单边极限呢？当我们趋近于 x 零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在 x 零的右边越来越靠近 x 零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从 x 零的左边靠近它。于是的话呢？ 我这边做了一个图来给各位同学来看，看看的话呢，右极限跟左极限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图。这个图的话呢，当 x 趋近于 x 零的时候，请问函数 x 零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叫做右极限，从 x 零的多一点点的地方靠近。各位同学，请看，如果说 x 零的右边。 它的函数值的高度是四点多，越靠近 x 零，它的话会越靠近四，所以它的右极限的答案是多少呢？右极限的答案是四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的话呢，它的左极限，它的左极限的话呢，当 x 越来越靠近 x 零，由左边靠近，我们这边记作 x 零负。 这边的话呢，写一个小小的负，然后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函数值的话呢，会会越来越靠近谁呢？我们来看，如果在 x 零的左方，它的话呢，大约是二点多，越靠近 x 零，它的高度越来越靠近的是三。我们发现了什么现象呢？右极限跟左极限不一样。于是的话呢，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极限的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。 我们我就把它写出来了，极限若要存在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记下来了。b 唯一，也就是说。 如果说的话呢，我们要不唯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左极限跟右极限要是不一样，我们就可以说它极限不存在。我们这里看了一个例题，有一个例题的话呢，它的函数的话呢是 x 分之绝对值 x，问这个极限的话呢，当 x 靠近零的时候，它的极限值是多少？那这个题目的话呢，常常是在升学的考试之中有出现。 那么我们的话呢，要做这个题目的话呢，要从两个方向着手。第一个的话呢是右极限，一个是左极限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。首先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先写极限趋近于零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由右，一个是由右开始靠近它。 如果是 x 是零正是什么意思呢？代表的是 x 是在零的右边，也就是 x 是正的。如果它是 x 零是正的，x 是正的的话呢，那么绝对值跟没有绝对值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样的，因为它是正的，加不加绝对值都一样。所以的话呢，去掉绝对值除以 x，这题答案是一。 我再来看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是左极限。我们来看这个部分，如果说 x 的话呢，是往零的左边靠近，由左边靠近的话呢，因为零的左边一律都是负的，如果说 x 是负的。 那么绝对值 x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我们要把它写成负 x，上面就会变成负的 x。为什么是负 x 呢？因为 x 是小于零，负 x 才能保证它是正的。于是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答案是会是多少呢？是负一。我们来看一下右极限跟左极限。 不一样，那么各位同学，这个题目我们答案的话要怎么写呢？我们不能写一，也不能写负一，1, 我们要写的是三个字，叫做“不存在”。这个题目就算是完成了。再做一个例题，这个例题的话呢，这个 f of x 的话呢，它是分成了两个。 两个部分来定义它的话呢，小于等于二的那部分叫做三 x 加六，6, 大于二的部分叫做 kx 平方。那么问，如果说极限当 x 趋近于二的时候存在的话呢，那 k 要多少？这个题目是怎么处理呢？这个这种题型非常的简单，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。 于是的话呢，我们就来想了，左极限我们要带什么呢？我们要带的是上面这个部分，因为它在二以下，它是属于这个函数。如果是在右极限呢，是在二以上，那我们是下面这个函数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于解题而言，我们的话呢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，我上面的那个函数带二，下面那个函数也带二，两边要相等，就可以让这个极限存在。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上面那个题目带二是多少呢？上面把二代进去，三乘二等于六，六加六是十二。下面这个带二进去是 k 乘上二的平方，就是 k 乘上四，k 乘上四，非常的容易，k 就会等于多少呢？k 等于三。 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轻易的把它解决了，k 就是多少呢？是三。